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，我救了他的娘。张启安，你太自私了，我永远都不能认这个爹了。我刚才在女婿屋里看到一样东西，看的不是好事儿。没判错？错不了。再一次，不是赵元庚出卖了我爹，要是他害死我爹的话，我现在早就没命了。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铁律。